发菩提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什么是发菩提心？愿意做佛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！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定发愿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做佛，这个念头要非常强烈啊！跟阿弥陀佛升起感应道交啊，从真心里发出来，这不是狂妄啊，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可能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不再疑惑了啊。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很不幸迷惑颠倒，堕落在六道里头做凡夫啊，一念觉悟，我要回归到我的本位啊！阿弥陀佛能帮助我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